现在就在这个广场的正中央啊，这个中国人现在突然间多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然后我就在这自转一圈，希望大家能看到这个周围的景色。太阳是在我的现在正前方，我刚才撞去的时候呢，可能会有一些就是人有一些黑。我觉得这个塔楼还是非常的漂亮的，我非常喜欢这个广场啊。好，我们现在再转一圈。